11月2号，为期3天的第5届首尔粤东泡菜文化节在韩国首尔开幕。活动期间，来自韩国及世界各地的6000余人齐聚首尔广场，共同腌制总重量达165吨的泡菜，场面壮观。主办方透露，此次集体腌制的泡菜重量超越了往年，有望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而做好的泡菜将通过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给生活困难的市民。